for some kind of cheat sheet that if it's a logo, right, it's just a copyright to me. So there's some lingo draws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林子。那么这一星期呢，我有两个事情需要做。第一个事情就是，打印一张我的 Chinese Old Fashion 系列的其中一张，然后再做一幅 Harry Potter 的一个 illustration， 和大家一起。那么第一件事情呢，是因为我姐姐特别喜欢一张，给你看一下是哪一张，就是我之前视频中有提到过的，就是这一张。因为我姐喜欢，其实是我的打印机已经好久没有用，因为如果是你长时间不用一个东西的话，其实可能会出一些问题的。那么第一件事情呢，我就是需要去把打印机搬到这个地方，很重啊。好吧，那这个打印机就已经插好了，放在这里，因为其实它是有 WiFi 连接的，但是我当初回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是直接连到电脑上，但是用的不是同样一个 WiFi， 所以它就连接不上吗？所以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，没有办法，还是需要一个像一个 USB cable 那个东西连在电脑上它才 OK。也是很喜欢，但是唯一有一个缺陷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看这里有一点黑黑的这一条线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printer 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在使用了，所以它会有一些杂质跑出来，或者是颜色有一点不太对的这个一个情况，所以我决定再打印一张这一张。这张呢就没有那个问题，所以我猜的是应该是这个 printer 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用了，所以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，就这个样子。我自己是个人很喜欢这一张还有这一张，因为怎么说呢，它是刚刚打印出来的嘛，所以尽量不要碰到有画的这个部分。其实这一星期呢，因为是联系上星期画的 Harry Potter 那一张嘛，我自己本人在回顾在看的时候，我自己不是那么喜欢，所以在这么九张之后呢，画九张之后呢，我会重新再画一遍 Harry Potter 那一张。但是这一星期因为加班的原因嘛，所以说并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在做这个事情，所以今天早上有完成一幅，然后这是星期几完成的来着，星期三吧，因为星期三我有一个 vacation day， 所以这个是星期三完成的作品，然后这是今天早上刚刚完成的啊。那么下一幅呢，我想画一个女生，但是我还不知道画谁，我需要 online 做一个 research， 因为我自己本人不是很喜欢把所有东西都列好，今天我要画这个，明天我要画那个，这样子看起来是蛮有规章的，但是我自己本人就喜欢今天突然心血来潮画一个这个，然后明天心血来潮，然后突然间画另外一个，所以在做九张 illustration 的 challenge 的时候，确实有一点点不太容易，对我来讲。
上 LINGUODRAWS， 所以这是，所以这是最后的一个结果，看一下。因为是想说把这个系列，然后每一张画的就像是一个系列的样子，所以当我画完第九张的时候呢，我会重新再画一下我的第一张，就是哈利波特那张的 illustration， 因为它的那，因为这一张嘛，这一张就是有画后面这个 banner， 然后人的会更像是上身这一块，所以当第九张画完之后，我再返回来再重新画一下这一张。那如果是说今天这一张的话，我自己个人还是觉得很开心，是因为我是按照自己看电影的时候的理解呀，或者是这个 character 给我的一个感受吧，所以我就画了这样子的一个小表情，基本上就没有其他什么。希望你们会喜欢我这一期的这个，希望你们也可以继续支持我的频道啊，喜欢、评论和转发，如果是喜欢的话，谢谢。那么下一星期应该还会继续画《哈利波特》这个系列的另外一张，因为我一共要画九张的嘛，这才是我的第二个系列的第四章，所以还有五章需要去完成，需要做 self challenge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。那么这一星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